演练一开始，无人机迅即起飞，对目标进行立体侦察，确定目标坐标。全连注意，车队右前方500米，按1至8炮顺序，一字队形占领阵地。各炮车接收到目标信息后，根据打击清单装定射击诸员，展开首轮火力打击。这是官兵们首次在高原陌生地域采取箭瞄射击的方式实施火力打击，要求炮手在无法直接看到目标的情况下，根据观察所提供的射击诸员装定标尺，并进行精准打击。目标在哪里我们看不到，再加上高原多变的气候，更是增加了火力打击的难度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精准操作，确保首发命中，首群覆盖。战场环境瞬息万变，正当战炮分队准备发起第二轮火力打击时，新的情况出现了。5炮1炮1炮手阵亡，请处置。5炮明白。指挥员迅速调整炮班人员编程，进行减员操作，多能炮手顶替关键岗位，各炮车再次校正诸员，顺利完成第二轮火力打击。演练中，侦察引导、实弹射击、减员操作、机动转移、再次打击等多个科目接连进行，最大限度发掘人员和装备作战效能，为在高原地区遂行作战任务积累经验。通过一次次实弹战术演练，才能让战炮分队找准自身存在短板弱项，在下部训练中固强补弱，开展针对性训练，从而不断提升精准打击和快打快射等综合作战能力。